怎么搞去按到飞行模式哈、哦？要揭晓的那段时间都静悄悄的，那我想说哇，静悄悄那可能就是输了。议员没事没事，该你的就是你的，而且就算设定成飞行模式，祝贺讯息仍是一直来。像是高嘉瑜这一封大赞王世坚，果然是斩妖除魔的真男人。哦、我还没看吧？对，这个都是没有看的嘛。想必王世坚等等看了会心一笑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弥补出损裂痕。男子汉大丈夫嘛，一笑泯恩仇。嗯。更何况，一开始发动的不是我，自家的擂台，大家比划比划就好。哦，不是说我上了擂台就非得我签下生死状，一定要有一个被打死，不会主动打给他。毕竟赢家总是要展现出风度，而这一次初选也被视为是英系对何志伟的反扑。不过王世坚不同意，充其量王世坚。就是一个派系，最小的派系，王世坚奸系。所以这一次我能够胜出，完全跟男系对男系完全无关。善良系赢了，正义打败邪恶。只是善良系赢了，这也代表未来议会可能没了讲师。蒋市长，请你放心后，我会把握这两次当讲师的机会。从哪跌倒，从哪爬起。2008年，王世坚连任立委失利，16年后卷土重来。TVB 新闻，李国政、邱焕柔、高本立 SNG 小组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 新闻网 APP。